成山神的灵兽，应该就是冰仙兽。此仙灵兽能与凶兽抗衡，其实力必不亚于西区之流。根据仙兽志记载，此仙兽乃天地寒冰之气而生，已有数千年修为，人世间罕见。它会是月姐姐先祖的那只仙兽吗？需见了方知。那明树门的那只冰仙兽是什么样的？先祖和冰仙兽相处近百年，依靠与它共修，成为祖师爷之后最有望成仙的人。可惜不知何故，先祖终究没有成仙。他去世之后，冰仙兽就不知所踪了。明树门的藏书记载，因为先祖过世，冰仙兽伤心过度，不愿再留在明树门触景生情，因此深藏荒山，避世而居。真感人。如果他真的是那只仙兽，这次也一定会照拂你吧。但愿如此。各位客官，外面风雪停了。雪停了，是是，快点上山了。是是，走吧。对，我们走吧。
话好说，别用剑吃我。为何跟踪我们？哎，不是，不是跟着你，是跟着他。小青，救命啊！阿友，你怎么在这里？先救救我，这位兄弟凶得很。又是你，他不是敌人，放开吧。这么巧，你也到这里来了。我来找你啊。我是来办正事的，不能陪你玩。我也有正事要办啊。你好不容易独自下山一回，我想着没人能拦我借你了。还有我，桑游，你平时去仙侠派瞎胡闹也就算了，这次我们有要事在身，你可不许添乱。哎呦，月姑娘，你就不能放过我？哎呀，阿游，你快回去吧，让师父知道你私下找我的话，又会生气的。哎，对了，这么远的地方，你是怎么跟来的？我那什么，又开始飘雪了。我们先赶路吧，万一暴风雪再来，不知道又要等多久。桑游，我劝你还是……人呢？算了，走吧。这就走？那阿游，他一向神出鬼没的，用不着担心他。好吧。
来者何人？竟能通过阵法闯进来？冰仙兽前辈，晚辈来此地是想求见于您。叫我山神。是，山神前辈。好，能走到此地，多年来你们是头一个，有点能耐。求见本山神，所谓何事？说。晚辈为明术门弟子。你再说。请你们快出来。月姐姐，我们还是不要惹他了，快走吧。啊，好吗？此兵库于冰仙兽得天独厚，不宜久留。好，我们走。这就对了，文远远的，别再出现在我面前。